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，我自己的业障我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想请师父帮我看图腾，我是93年属鸡，鸡。属什么属居啊？93年属鸡，你自己是吧？看我的精神状况。忧郁症。是的，我有重度严重的，我刚刚话还没讲出来，强严迫，重忧郁症、恐惧症、对，强迫症都有。对，师傅说的对，重度强迫症、忧郁症都有。你身上有两个灵性，对，上次师傅给我看图腾也是两个。看见了吗？师傅，我想请问，这是我前世的业障导致，还是祖上，还是自身的心魔导致？都有，上辈子主要是上辈子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啊？坏事做尽。是。还做什么坏事啊？属什么的啦？93年属鸡。感情，骗人家感情。上辈子是对，男的还是女的？你呀，男的。男的哈。你自己不感觉你是男的？对，就是。对，你男人的。男人的特性，你都有；对，女人的特性你也有。对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了，这两个人死盯着你啊，对，非常不好。他们会经常在你身上让你自言自语的。对，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，很痛苦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每天晚上过来。听得懂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们在你身上讲话，做坏事。会，我脑海里会有不同的声音，不同的意念。现在知道了不啦？这就是灵性在你身上，这还不懂啊？你自己赶快念了，小房子念几张了啦？小房子目前已经画了大概800张左右，我自己本身念了有160张左右。其他的谁帮你念的啦？同修。蛮高的，收到700张了。收到700张。上次呢，我梦到几个一个月前，我梦到师傅说有收到600张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真的很准，太准了。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，自己念最好，佛有帮忙念也很好。对。听得懂吗？什么法师这个跑出来，这个念小房子，什么一天可以寄出来几百张，他跟你们一样啊，你们能念几张，他也能几张啊。他几百张怎么出来的啊？好，那么师傅，目前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张？先念86张。剩下86张。你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。过去他们整天的围着你掐死你呀，而且跟你做那种不好的事情，你听得懂吗？有，我会有那种，你很痛苦的。非常痛苦，真就的。像被人家强奸一样的。对，会有那种意念，这个我就生不告如诉你，死。你跟我记住了，我生忏不悔。如死了，就是你上辈子的业障，明白了吗？我忏悔，我上辈子对他们的伤害，对不起，真的很痛苦。痛苦。对不起。不能造业，你对。所以你这辈子就不要再造业了。对，忏悔，对不起，师年傅，轻的错时候，年轻的时候你也造过一次业，听不懂啊？对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对，师傅说的都对。我错了，我忏悔，对不起。那些人就叫什么？新仇旧恨，涌上心头。我打爆了一个头。感恩师父，我想请问放生需要多少？5000条。5000条，好好。吗？好。师傅，我2019年就26岁了，请问这个关我？你真正的关是28岁，记住了。那个关是28岁，几月？7、8月份。
你这个关过了，你就可以活很长。你现在不会死的。感恩，因为明年还能见你。感恩师父，因为师父第一个图腾说，那个灵性会把我拉走。拉不走，因为你现在念小房子，他拉不走。他想把你拉走，因为你在念小房子放生。对，感恩师父。你为什么不许愿呢？我已经许愿吃全素很多年了。还有呢？还有许愿现身说法。现身了不啦？说法了不啦？好了，好了，会现身说法。啊，不好就不现身说法了。好一点点就要讲的呀。好好，就是念了小房子才能站在这里。他们而且他们在破你的相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每天晚上要抓你的脸呢、啊。对，我的脸很痒。所以你的脸痒得不得了啊。对对，师父说的都。我的脸会脱皮，会红肿，会痒。会痒，我告诉你，天天的拉你的脸呢、啊。对对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。晚上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是拉你的脸皮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做这种事情的人就是没皮没脸，他就搞你的脸皮。忏悔，对不起。好好。感恩师父，我想请求。啊，你们家不大吗？家不是太大吗？嗯。东西放了不要太乱，好吧？尤其是窗户下面有个沙发。对，窗户下面有个沙发。随便到你家去看了一看，听得懂吗？感恩师父。啊。佛台倒蛮好。啊。嗯。佛台有接油灯，有接莲花。有菩萨来过。有有。你们家隔壁有人好像养了个小宠物一样的东西。有，对，我左边的隔壁之前有养了狗。少跟狗去接触。好。听得懂吗？嗯。我讲给你听，你这狗你会很喜欢它的，因为它跟你前世有缘分，所以你不要去抱它。我是之前是非常喜欢狗。嗯，师父说的都对。好啦，一切的一切，人生的一切，全是缘分。今天能够到你身边来的，都是你上辈子的缘分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啦。嗯，我想在这里忏悔我自己之前的功高我慢，然后呢，在学心灵法门之前呢，也是有恶口造业，恶口诽谤其他的宗教与法门。你最早的时候还诽谤过心灵法门，跟你讲的时候你都要当心的，听得懂吗？记住，任何一个人不学可以，不要去讲人家不好。我们心灵法门学佛的人，记住，永远不要去说人家法门不好，自己好好的做，做出榜样出来就可以了，不要去说人家不好。我忏悔，对不起。阵阵吹来的风，是温暖的风，是菩萨的笑容。每个人心中的梦，像是一个洞，越追逐就越不懂。任何人心的靠拢，苦和难与共，用真心去相拥。你我是姐妹弟兄，把爱来歌颂，阿弥陀佛在心中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把幸福来挥洒，愿放心。